OK， 我们今天玩不接电池啊。那这个游戏玩法很简单，它就是个挂机手游。那这边有一些升上去，像商店这边就可以免费开启了。我看到一些猫咪，这没事。我这个 mission。我终于继续完成了，上面有个选单，你可以看到设定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 FB 登录啊，我给你看。那有图鉴啊，消防手，荧幕保护，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非常棒！哦。这是最近才开放繁中版吧，从外国的玩家可以冲到第一名了。这期就是一个挂到宝的手游，蛮像不休的，你们就是一直挂下去。等级一直升上去，这边就是流浪猫，那就点使用，但你可以先升职呢。所以这个就是玩法就这样，那就可以继续领。这边可以聊天啊。好，那这边你就可以戴一下手环。就可以萃取。好，这游戏玩法就这样子哦，以此类推，那你们就一直弄下去。那你可以看到图鉴，这边有一些攻略，然后战斗道具、能力值、副本难易度，这边都讲得很清楚啊。哈，难易度这样，然后你们这边就继续升。那你就可以捡到更好的装备啊！就是你可以一直穿上去这样。我聊天室好热络哦。我发现充完就不见了。拜拜。那之后你可以把它脆掉哦。这张就可以放，应该可以放卖。哦，你可以强化这样，然后你萃取就会把它卖掉。那其实就一直弄上去，一直弄上去，这样就挂机手游了。